由池昌旭和秀英合作的韩剧《说出你的愿望》是最近大家超推的人生治愈剧，围绕在临终关怀的故事，除了剧情和演员间的化学反应直接让人看哭， OST 的部分更是为剧大大加分。日前秀英温暖演唱的 To My Star 才正式公开，没想到马上就传出泰妍将为该剧演唱 OST 的消息，让粉丝整个超级惊喜，也不禁想起两年前的这个感人时刻。제가출연하는작품에언젠가이분이꼭OST에 참여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최고의 OST 상태연씨축하드립니다由于当时秀英已经离开 SM， 粉丝在看到秀英不止把奖项亲自颁给了泰妍，更在台上给对方大大的拥抱。哆啦 A 梦说，在音乐和演员路上各自努力的两人，终于在顶峰相见。就连身为当天典礼主持的希澈也是非常感动。如今泰妍真的要为秀英主演的戏剧演唱 OST， 不仅仅是实现了姐妹的愿望，粉丝也都直呼真的圆梦了。Thank you.